王子殿下，您终于同意了。过分专注地投入对抗天理之大业，反而淡忘了复国的使命。的确，我不该如此优柔寡断。装置即将完备，等待殿下您的吩咐。有多少把握？理论上的可行性大概……算了，哪怕只有1%的希望。哼，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早已身处深渊了。对他们而言，与其活得毫无尊严，还不如早日回到循环之中，不要让他们继续背负那些莫须有的罪孽了。您的决断是教团的幸运。啊，哥哥。你似乎看到了什么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是呀，你好像愣神了好久。